老师好，声音很好听，真有经验，你能够展现的非常的平稳跟大气跟自信，我觉得非常不简单。今天的整个自信的歌声啊什么的，我都很期待说能够再听到你其他的歌录，因为这首歌的歌录呢，伊无法度真特殊来展现你的声的特色，譬如讲你的个性。譬如讲你的态度，那伫这首歌内底，我就感觉讲态度甲层次呢就有点欠缺。如果你将你的整个态度，而不是说这首歌就是应该安尼唱，所以我就对你安尼唱，不是这样子。每首歌绝对每一个人唱，有每一个人不同的风貌。如果你唱出你的风貌，你今天的分数会非常高。只有这一些问题而已啦哦，那它也不算问题，因为你整体唱得很棒。你的假音很漂亮哦，真的是，我觉得我很期待听到你其他的歌录，谢老师。哇，真的是良师益友啊，对不对？受益很多哈。好，我们第二位良师益友来了，子宏老师。孟乔，老师好。孟乔，听得出来你非常有演唱的经验啊，有表演的经验。那这个东西有好有坏，好处就是你比较不会紧张。你比较能够控制你自己的声音跟表现，那相对来说呢，你太过于能够掌控自己的时候，你的情绪的发挥可能就会稍微理性了一点啊。这个部分其实以你的能力，我相信很快可以改善啊。那就是你今天整个唱的都很不错，尤其是你的转假音的地方，我觉得非常漂亮。好，这给你一个建议，你的声音很好，技巧也很好。就是在唱歌的时候，你的情绪，刚刚雅文老师讲，你自己的个人的感觉、感受要再多释放一些 ，OK？ 谢老师。